下衣长度织完之后，我们把它针数平均的分在两根织针上，我们织前片和后片的部分。针数分好之后，我们来先进行后片的编织。后片编织之前，我们来先进行左右两边的腋下收针，每两行剪一次，剪五次，再隔四行剪一次。下面是收针的针数和次数，根据大小尺寸不同，收针次数和针数不同，我们根据表格上来编织。先收两针，把第一针织过来，第二针织过来，织过来之后，把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上方拨针拨下，好，再织一针，把第二针从第三针的上方拨针拨下，好，两针收针完成。收针完成之后，我们来编织。我们编织这一针的时候，我们上面有一组花型。好，我们这组花型先就我们这组花型先不挑，我们等一下还要进行腋下收针。接着编织这边，这里是四行平针，我们开始挑花型，空加一针，两针正挑下来不织，好，再织一针过来，把上方的两挑下来两针从上方拨针拨下，再空加一针，接着编织七针过来。我们上方的花型的规律和下方相同。这里编织到左边的时候，我们左边收针从反面收，翻转织物，反面我们这边是反面，这里是片织啊，片织的时候我们反面编织上针，织针由下穿入，这边我们要收针，先把第一针编织过来，织第二针，第二针织过来之后，我们把第一针从上方拨针拨下，线绕到下方，把第一针从上方拨针拨下，再把线绕到上方来。好，织第三针，织第三针的时候织过来之后，把线绕到下方，把第二针从上方拨针拨下来。好，再把线绕到上方，织上针，织针由下往上穿入。这排反面全部编织上针，我们正面挑花型的这一针，空加针的这一针也是全部也是编织上针。反面右手边，反面左手边织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收针，等一下从正面收针。好，反面这里不收针，我们从正面收针。翻转织物，翻转织物，我们织正面的时候再收两针，每两行每两行收一针。我们右手边的时候从正面收针，反面不收。左手边我们收针的时候从反面收，正面不收。把第一针织过来，好，第二针，第二针织过来之后，把第一针从上方拨针拨下，我们再收两针，好，把第二针从第三针上方拨针拨下，接着编织正针，好，全部编织正针。翻转织物，翻转织物，我们从反面腋下，左边腋下再收两针。线绕到下方，
把第一针从第二针上方拨针拨下。再把第二针从第三针的上方拨针拨下。好，两针收针完成。收针完成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全部编织上针。翻转织物，左右腋下各减去八针，两边总共减去16针，我们这里减掉4针，接下来我们在每两行减一针，减3次，再隔4行减一针，减1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减针减一次就减一针，从正面减针。接下来我们这个减针从正面减针，反面不减，减一针。好，把第一针和第二针合并，全部编织正针。编织到全部编织，织到左手边最后两针的时候，把这两针合并。到左手边的时候，到左边的时候，最后两针合并。翻转织物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反面织完之后，我们来织正面的时候减针，反面不减。好，反面织完之后，我们织正面减针，第一针和第二针合并，左右腋下各减去8针，总针减掉总针减去16针。到左边最后两针的时候，同样把这两针合并。翻转织物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，不减针。翻转织物，两针并一针。我们收针的时候，这里是有纹路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。这里这些我们收掉2针，那么反面没收，正面2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，好，这个位置是有纹理的，我们收针的纹理这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那第一次这里收掉2针，这里2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，这里是刚才这一排是第七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隔这一行收针收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再隔4行收一次总针，总的针。好，总的这边收掉8针，右手边收掉8针。左手边收掉8针，左右两边一共收掉16针。到左手边这边最后2针并为1针。翻转织物织反面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
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收针的规律。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收掉了四针，第一次收针，第一次收两针，第二次收两针，第三次、第四次和第五次每行各收一针。那接下来还有一针，我们中间距离四行再来收取一针，那总针收掉八针，左右两边腋下各减去八针，左右两边腋下一共减去十六针。好，这里再编织四个来回，一正一反。这里再好，这里再编织四个来回，我们进行最后一次收针。我们这个花型的位置和之前的花型的位置是调法是相同的。好，四行的平针结束之后，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次收针，两针并一针。这里到最后一组花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织花，我们最后这边要收针的。最后两针并为一针。收针结束，腋下收针结束，翻转织物。反面全部编织上针。腋下收针完成之后，我这里再重复的说一下腋下收针的规律。每两行收一次，第一次收两针，第二次收两针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各收一针，第六次中间相隔四行收一次，总针减去八针，左右两边相同各减去八针，总的腋下减去十六针。腋下收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开始编织不加不减的部分，编织到领口的部分十四厘米左右，编织后领口收针。腋下收针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编织不加不减的部分，一直编织到后领口。后领口的部分，我们来进行后领口的收针。下衣摆的长度编织二十厘米，那么上衣摆的长度编织到十四厘米，我们来进行领口后领口的收针。